最后，我们再来问一下大家，请问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上了一整天，你坐着，我站着，还 OK 吗？坐着比较容易睡着，站着不能睡，因为睡着就 就倒下去了。可是你看，我们从早上，介绍大家很多什么学习的资源嘛，线上学习的资源，对不对？摩克斯、慕课、慕斯。你可以找到很多真的比学校的课程丰富很多吧？好，那第二个下午我们就介绍了很多相关的工具啊，给你看一看。那么老师有提供售后服务啦、啊，所以如果你们那个手册那个讲义上面不是有我的联络的 email 吗？对不对？还有我的部落格，好，你都可以在这边去找到。就是如果你要有问题，也欢迎你写信或者是。不小心你 Google 一下，你就看到我的电话。那我们今天上课的这些所有录影影片，老师一样会公布在就是 OneNote 上，还有就是 YouTube 频道上。我的部落格也会写一篇文章，好，也会写一篇文章哈。那这个给各位看一下，在这边。哦，欢迎你有空的话可以到部落格看一看，因为像我上礼拜去成大，我就会写一篇在上面。哦，以资纪念这样子，放在上面，所以你也可以从上面去看到很多，像我们今天刚才有介绍的，就是 Quick Pro，就 Quick Go Pro 的，还有就是这个微电影华硕的，哦，就在这边。那我上面呢也会有很多跟，就是这种所谓的教学啦，还有录影相关的，你会发现其实我的录影就是像你刚刚所看到，整个看下来看到，我就是一段一段一段。那今天是比较来不及。把标题放进去，那么我回去只要负责把标题再放进去，修正完就 OK 了。这样是比较我平常上课方式像这样子，好，那如果你有兴趣，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看看我们家的研习地图。在 OneNote 上我有很多公开的课程，这样你就比较会知道我碳足迹跑到哪里。那我们这里比较远，是跑到这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去年有来过，啊，去年是我在这里当兵，那么久之后第一次回来，对啊，以前有在这边1年多，好，所以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因为其实这些工具更新很快，但是呢，你找到你觉得适合你的 QK 用，不适合你的就丢掉，这样子。希望呢，今天的研习对大家有所帮助，好不好？OK，谢谢大家。